所以当我走向车子的时候，刚刚各位有看到闪灯就会闪两下，然后我们这边 IQ 灯亮，这个时候代表智慧感应解锁已经感应到，只要我按下构建，车辆就会完成解锁。OK， 那假设我今天在启程的时候，启程完毕，关上马达之后呢，一样，我只要离开这个车辆，它就会完成解锁。